这院子不错，来大家看看这个院子，这个后面呢是锦鲤，然后有各种各样颜色的，然后我最喜欢的是那个黑红色，过去，在哪呢？在那个里面，就是它，这个黑红色就很酷，但是一般的锦鲤呢都是这种白色。红白色这种比较多，那黑红呢就很酷。你看他一个人在那里，他就是很喜欢一个人待着，就很孤僻，像狼一样，很酷。好，这是摇篮，特好。然后那边还有哑铃，然后可能老师们运动会用那个。然后这边有4层楼，3楼呢是画室，然后或者是写毛笔字都在3楼。2楼呢就是我们睡觉的地方，然后就是各种书，就是书海。然后1楼呢，就是一般的，就是客厅啊什么的，吃饭的地方，厨房啊什么的。然后这个是摄像机，然后现在里面有人现在在看我说话，就很尴尬。现在一个人在这说。每周六晚10点，我们的师傅。